的人气前缘张元英不止团体行程忙碌，就连个人活动也是排得满满满，让许多粉丝都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而近日他在演唱会上也被捕捉到疑似因为睡眠不足而在台上捏大腿保持清醒，让粉丝看了超级心疼。据了解，艾弗近日到新加坡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时，前缘张元英竟被台下粉丝拍到在听队友讲话时偷偷用手捏了自己的大腿，疑似是想让自己保持清醒不要睡着。超敬业的模样让粉丝既佩服又心疼，纷纷留言他是我见过最敬业的，连他都撑不下去，那个工作量该有多大，公司可不可以让他好好休息啊。